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张建升，即是向西仔啦。咁如果问我对灵异嘅睇法，我觉得呢个世界就其实乜都有嘅。咁啊，都系嗰句老土嘢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啦。同埋就尊重多啲，即系譬如你去灵探嘅时候，就唔好乱咁斗人哋啲嘢啦。咁同埋最紧要就听多啲啊，恐怖在线学多啲嘢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可能灵异上嘅嘢想分享咧，咁就请大家可以打上去恐怖在线，同潘少聪啊、潘 Sir 一齐分享一下啦。喂，首先同你讲一样嘢先啦，就系、是、上次、啊、一次咧，你阿张芬心咪去阿 N 屋企啊，咁 N 咪同你讲话。在个天台嗰度成张台飞起嘅，系啊 ，Chris 同我一齐睇到嘅。我知道你喺现场噶嘛，系啊，十分之坚，真系成张台我同阿 Chris 两个系 O 晒嘴嘅，即系嗰下就真系好犀利嘅。你可唔可以再形容多少少嗰张台系点样，或者可能你啲朋友冇听到？嗱，好简单，其实咧就嗰次咧，我哋就应该就我冇记错，八个人我哋就喺天台食嘢啦吓。系，咁我同阿 Chris 咧就两个，就系、是。对住嗰张台嘅位置，喺最近嘅位置嚟嘅。吓，咁嗰一日咧就突然，咁其中有个人咧就入去里边佢个房里边攞嘢饮。咁闩雪柜嘅话咧，突然间咧就嘣一声，咁成张台咧，佢即系我对住张台，成张台系飞起咗，跌咗落地，即系跌翻落地，跟住台上面有啲酒嘅，系不停喺度打紧旋转啊，哇咁样嗰啲啦。咁我同阿 Chris 两个第一时间，哇咩事啊？咁好简单。即系你知阿 Chris 嗰啲同我第一时间喂睇咩系咪真系系咪佢闩雪柜整到嗰个张台啊嘛？个冲力太大咁可能系吓，撞力太大。嗰埲墙系石屎墙嚟嘅，系几即系我谂有五六寸嘅石屎，唔系四五寸嘅石屎墙，你根本冇可能，即系冇。而且张台系好重嘅，铁台嚟嘅。咁张台升到几高？佢唔系升嘅，佢直头好似俾人撞啊！哦，撞得好犀利，撞得犀利，连啲杯啊咩全部喐啊！跟住我同阿 Chris 上到 O 晒住，哇！啱啱我哋衰啊，我哋讲鬼故，咁啊讲下嗰阵突然间嘣一声咁样咯，就嗰下真系好惊嘅。嗱，又都补充下先，因为呢个阿 N 都猛鬼 N 啦，佢间屋咧即系唔单止佢自己本身猛鬼之余，佢间屋都系猛鬼嘅。哇，系猛鬼人住猛鬼。系啊，咁佢屋企亦都有好多古曼。即系养系啊，即系自己养又有，外来嘅又有，咁所以变咗一啲都唔出奇，即系成件事咁样。比较古灵精怪啲。系啦。潘少聪，恐怖在线。